Villa Pestari, Villa Pestari Service Apartment. 三个房，两个厕所，哦，刚刚翻新，完全游过去，这个是要租的哈，啊，刚刚翻新，刚刚游过去，这边厨房用具，这些厨房用具啦，啊，然后顶橱咯，啊，然后table top，啊，这边有一个晒衣服的地方。 在厨房旁边这边有一个晒衣服的地方，可以放洗衣机那些了。哦，然后这边进来，哦，铁门进来就是客厅咯，这边有一个饭厅咯，啊，这边就是客厅，客厅。 然后过去是 facing swimming pool 啊，facing 这个是 pool view 来的 ，pool view 来的，看，哦 ，pool view， 看，哦，这是客厅，然后这边过去就三个房间咯，这边是主人房咯，主人房有床架，然后有 wardrobe 哦，built in 的。 这个这间才刚刚有好去，刚刚完全有好去，哦，整间新新了，气的味道还有，啊，主人房有一间厕所咯，主人房有一间厕所，哦，这个是主人房，主人房也是啊，不view啊，不view，哦，这间是要出租，这样出租，三个房，两个厕所，3A， 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哦，这边一个房间，然后外面这边一个狗的厕所了，还有一个厕所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哦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哦，啊，总共3个房，2个厕所了，啊，才刚刚翻新，刚刚游完去，游到行行行，好，一个卡巴。 然后一个卡巴。Villa Pestari 在 Nusa Pestari，Nusa Pestari 就在这个 Best Mart 后尾巴了。Best Mart 后尾巴了。啊，对，厨房。啊，就这样。如果有兴趣要租的朋友，啊，可以联络我了，可以联络我了。租金可以谈啊，租金可以谈。 哦，这个是有公寓是肯定咯，有 gap 咯，有 facility 咯，全部，哦，有 gym 啊那些咯，公园啊，小孩子玩的公园啊，泳池啊，如果有兴趣，有兴趣要租的朋友，可以联络我，啊，可以联络我，啊，租金。 可以谈了，租金。